马上就开始了，好吗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决赛呢的评审呢，但除了我们郭靖之外呢，其实还找来两位非常重要的人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歌唱大赛呢是非常正式也非常正经的比赛，然后前三名呢会有非常丰厚的奖金。是的，是的。第三名呢会有2000块钱，第二名3000块钱，第一名有5000块钱。各位，介绍一下评审有谁，好不好？除了郭靖之外，第一位是我们很会唱歌的曾静雯。欢迎曾静雯。静雯今天的评分标准大概是什么？其实我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。那你要坐过来这边是？不行啦，你是评审，不行，对，你既然坐他那边的话，你就是评审了，你就有资格说你等一下会特别可能就是着重什么。好，接下来这位评审要好好介绍一下啦。是的，是我们的制作人阿晴老师。阿晴老师。好，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第一位参赛者喽，是我们的刘佩伦。欢迎刘佩伦来。小森林，那儿有风吹婆娑的树影，洒洒声响是顺毛抚摸的滚动的的冷冷。陌生的动物的大眼睛常常望着湖水在蓝绿，陌生的心底的你。很可爱，是郭靖，你本来唱这首歌就会这样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这样子，没有哎。中间加一个小俏皮的动作，究竟老师喜不喜欢呢？来，郭靖。我觉得他有唱出他自己的一个风格，但是刚刚有点小可惜的是，有一那个主歌那边有点忘词，小小的他就先拉出来了，不拉出来了，拉就是先拉了。没事没事，他穿衣服，他今天穿咖啡色的看不出来。对对对，还好没事，不要担心不要担心。因为后面他那个拉太少出来了，对对，他前面因为忘词了嘛，就想说拉就拉想这样，对，有点小可惜，但是氛围很好。好，静雯呢？其实我很喜欢他中间加一些动作，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以前参加过手语社的呀，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假如说我们演唱的时候的声音，可能如果我们有时候紧张嘛，但是有时候舞台的魅力反而会让别人对你这个人更期待。就是他的表演可能即便有一点点小突锤，可是因为这些动作或一些什么东西，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是魅力是够的。对。然后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，对，但是就是忘词很可惜。忘词有可能是你今天致命伤哦。对，因为两个评审讲忘词的部分了。但是阿晴老师应该没有发现他忘词吧？有，其实蛮明显。好，我最后一线生机都没有了，所以这次参赛目前心情怎么样？很开心啊，觉得没有遗憾的，至少认真把表演出来。好，加油，希望你好成绩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欢迎今天带来非常多粉丝来的林心慧同学。就不知道爱是什么东西，空虚后的满足，满足后的空虚，你从来不问我白天做些什么，生活有什么目的，我不能抱怨，因为我也不问你，就像
新慧，刚刚会紧张吗？超紧张的。超紧张，后面好像就比较放轻松一点了，前面有点紧张。前面有点紧张，但后来就感觉比较进入状况，感觉比较放的那个情绪就好，就放开一点了，有吗？有开，哪里有开？心情啊，心情放开，心情好。阿琴老师觉得怎么样？因为他前面其实有一点节奏感没有抓到，但是进了副歌之后，其实大家就觉得他比较稳了，是因为节奏，因为到副歌通常节奏会比较满嘛，所以他比较容易唱进去。很专业的。静文觉得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欢乐的人，很欢乐的人。对，然后，但是因为《吉永爱人》这首歌比较性感。你看我干嘛？你现在在开把他吗？我想说你要回请我喝一杯吗？他的眼神说明了这个故事比较性感。来来来，喝一杯。两位喝一杯是不是？对，性感，所以就是可能会没有办法投入进去，就是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会想，不是这首歌，不是这首歌，但是听声音的时候是有那个态度的，但是他的人太欢乐了。就是他，你刚刚呈现是比较 KTV 的感觉，而不是这种，比如说要很性感那种勾人的感觉。我没有想到这首歌要很性感啊！在你心中，吉隆就是应该开心，就是吉隆比较像。吉隆为什么要摇摇啊？因为你要，因为吉隆你要摇摇它才会溶解。哦，受教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郭靖呢？原唱自己觉得？哦，对，我觉得他可能对于那个歌词的意思，可能要再多琢磨一下，因为虽然他是一个用很开心的方式在诠释这首歌，可是因为他毕竟讲到一些比较可能是。素食爱情啊，对，是比较年长的人可能会发生一些感情状况。你说像拉拉链啊，现在年轻人也是很好吧？现在社会可能比较稍微乱一点。那但是因为有什么事吗？年轻人很乱。四 Q 还是四 Q？ 对，因为他有一些拉开拉链啊，打开罐头这个东西，就是好像有点太欢乐，好像真的好像在吃一些什么东西，但是有欢乐霸的感觉。你的意思说，其实他的拉开拉链跟打开罐头，其实是都是有一些含义，但是他诠释的比较像是真的是拉开拉链，然后打开罐头这样子，就是大卖场的啊。因为我身上突然想到直觉没有拉链，所以我直接想到拉链。所以你刚刚唱的时候，到底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？有吗？歌对你讲诠释？我脑海都在抓拍子，因为一上场的时候没有抓到，太紧张了，然后对，根本就没有想到罐头怎么开啊。罐头怎么开？年轻人的爱情观真的很糟糕哎啊！所以比较你比较没有想到那方面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我就在对，就开啊。你看年轻就开了，他们比较直接一点，他们比较直接。觉得这首歌有点慢的，我还要打开歌，我就开就好了。打开，对。好了啦，那豆，不要用你那邪恶的思想污染这纯洁的女孩儿了。接下来厉害喽，吉他帅哥的歌声到底怎么样呢？广告回来，保证让你惊艳。